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现用的念佛机，念出的佛号是阿弥陀佛，念一会之后啊，他又变成陀佛阿弥，是这个念法来回变，不止念佛机，有的还是。还是什么原因？可能不是念佛机的原因，是你在念佛当中产生了一种惰性，它在那里循环，这个就给我们念书一样，句动，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句动分明。阿弥陀佛，这是一句，不要个弥陀阿弥是一句。